总览佛法要点，超越宗派界限，以止乐之止，入般若之门。奥运会冠军一旦查出了兴奋剂是吧，就怎么样，他那冠军就取消了，是不是？这等于说他的位子是不保了，对吧？不保了。但是佛呢，他一旦成佛了，他还退吗？退还回众生吗？位不退，行不退，他的所有的种种的作为不再退，他不可能再回到橄榄球场去拼杀。行不退，念不退，心念啊，这个你看，物理的、物质的、精神的三个方面都不退啊，一寿不退，常寂然。度老病死大遗亡，当理法海得无边。度老病死大医王，大医王，佛乃大医王啊。在这个佛讲到佛教的医学，佛陀早就观察到这个世间怎么样，所有的人的啊生命有地水火风四种元素构成。地大，坚硬的头发、指甲、骨骼、肌肉、牙齿、毛，这就叫地大，坚硬的成分。然后呢，水大，痰、眼泪、血液啊、小便，这属于什么大？水大。然后什么是风大呢？呼吸呀，气息呀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大什么？人死了，冰凉了，对不对？叫什么？光热能，简称为啥？火大。这四大如果它出了问题，各有101种病，加起来人的生理有404种病。佛那时既没有显微镜，
也没有望远镜，既没用手术刀，也没有解剖器，他靠的什么？他靠的内明，自己透过对自己身体的观察觉知，发现了不但我如此，天下所有众生都如此。解剖学到那时候还没有发展，根本连这个名字还没有出现过，但是佛陀已经发现，所以说佛如什么大医王啊，度老病死，那医生只解决病的问题，不能解决死的问题。佛陀不但说解决病的问题，还能解决死的问题。当理法海得无边啊，我们应该您的德性，佛陀的德性像怎么样？像海一样无有边量，我们是礼拜的，不是你这个人，礼拜的是你这种无量的功德，无量的能量，无量的本领啊。再往下看，毁誉不动如虚弥，于善不善等一词，心行平等如虚空，孰闻人宝不敬诚啊。毁誉不动如虚弥，我们讲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，这谁写的诗啊？苏东坡吗？啊，佛教讲叫八风，哪八风呢？利、衰、苦、乐、嗔、机，还是什么？利衰，你广东人一说大发利市，利，咱现在金融危机叫衰，叫利衰是指事业上看得见摸得着的，苦乐是指内在的精神心理的层面的，嗔机别人赞叹你，别人诽谤你啊，一是心理的，一是外在的，一是精神的，还有物质的，全都包括了，叫八风啊。苏东坡有一天跟佛印老和尚，他说我已经明白了，写了一个七手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，派个书童送到江金山去了，给佛印老和尚。佛印老和尚一看啊、哦，在上面拿毛笔写了两个字，放屁放屁。书童就来了，也不让书童看，拿回去给苏大学士。这个苏大学士一看啊，眼睛都瞪大的了，马上就连夜就过船到江来，到江来了，佛印也没有睡，佛印站在那个江边上，哎，学士，八风吹不动，怎么一屁就过江来了？啊，你看，称机，称就是称赞你，机就是诽谤你，嗯，八风毁誉不动如虚弥，啊，别人对你是干扰不了的，于善不善等一词，哎，于善不善等一词。在刚才我们说的以智报怨，以德报怨，以忍辱波罗蜜来化解啊。那么道德经说什么？老子的态度，善者不善之师，不善是善之什么资，明白了吧？善者是不善的老师，不善是善的成长的什么土壤和阶梯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啥呀啊，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世界都要纯善了就是 OK 了，不是的啊，不是这样子啊，一定是善恶在一起的啊。我们在讲到佛法究竟在这个地上，人魔结晶就是告诉你不二。你说把这个地球咱们集体移民，现在你看这个净土宗这个倡导说咱们实际上往生极乐世界啊、就是一个集体移民啊，办一个绿卡都是永久签证，阿弥陀谁给颁发呢？阿弥陀佛给发。怎么发呢？要念佛，阿弥陀佛，要怎么敬业三福，结果导致怎么样？不要说远的，就说我们怀柔离开我们那个朝阳寺不到35公里啊，在长城脚下有个小村庄，村庄有一个也不知道他是居士还是不是居士，反正他是说他有一把打开西方极乐世界的锁，你去给他100块钱，给你一个皈依证，这皈依证在五台山买的，盖上他的几个大印，然后你就可以通往西方极乐世界了。你看这个有意思啊，
所以你，那你想想看啊，你善不善等一词，对这样的人啊，对这样的这些，所以，哎，佛法呢，它很有意思，你一定要看透这些个乱象之上的那个不乱象，看到所有差别之中的无差别，看到所有残破的里边的那个完满，嗯，那么那就是禅，那就是佛法啊。这个东西你一旦拥有了，你比吕洞宾那个手指头还要好。吕洞宾最多那个叫点石成金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禅经告诉我们，烦恼即菩提。你跟人打交道，跟事打交道，跟物打交道，没有烦恼，那不叫人，还叫活着吗？你没有追求，没有欲望，还叫生命吗？哎，恰恰是在追求欲望的时候，满足欲望的时候，暴露了所有的烦恼，然后你把这个烦恼的化解掉，这才是佛法。所以它非常有积极性、进取性、参与性，但是它参与完后又什么？一寿不退，常寂然的导以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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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是寂灭的寂。他不要去执着，啊，不要去执着。心行平等如虚空，熟闻人宝不敬诚，啊，这样的人叫人中之人，是吧？人中之师，人中之天，谁能不尊敬他呢？今奉师尊此威盖，于中现我三千界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小小的，你看这个谁呀？这个长者子也很会说话，是吧？看我们无德无能，搞一个小小的盖子给您老人家，结果您老人家神通太大了，一高一大天下全给遮住了，啊！于中现我三千界，诸天龙神所居宫，钱达伯等吉也刹，悉见世间诸所有，实力什么衰现呀？哀现是化变啊，悉见世间诸所有实力，哀现是化变。佛陀有什么四外变，有四什么不共法，有实力，有十八种无畏啊，他有种种的他特殊的功德。那么这些专业术语啊，太麻烦了，每一项都是像特殊的技能，嗯，特殊的技能，十种力啊，哀现是化变。慈悲的表现啊，众睹稀有皆叹佛，大家听了肯定都赞叹，这个唯佛能做到，我们是做不到的啊！今我起手三界尊，三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欲界是以七情六欲为代表，色界是以禅定为代表，那无色界是以深层的禅定为代表，欲界人畜生共有，六道轮回全有，色界那人这个佛教徒，这个其他教徒啊，这个道教徒都能达到，这是四禅八定这世间所共有的，所以整个叫欲界啊，色界、无色界啊，无色界叫三界之尊啊，大圣法王众所归，静心观佛迷不心。全是赞叹之词，所以天下好话佛说尽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赞叹人的、拍马屁的这些词儿都已经说遍了啊，全都说遍了。静心观佛迷不心，各见师尊见其前，思得神力不共法。哎，这个就有意思了。各见师尊见在其前，思得神力不共法。前面说那十二个字怎么？目不展色，是吧？那目都这个眼睛都一眨都不眨一眼的，然后看着，然后哎，这里说，各见师尊在其前，思则神力不共法。当年武则天也是搞不明白这件事情，那后来这个华严宗的五祖法照大师啊，华严宗的五祖是谁呀？这个城关吧，清凉城关是不是他呀？就想了一个办法，给他建了一个房子。房子圆的，然后在不同的点上都摆了一个灯，这个灯后面都有一个玻璃镜，玻璃镜完后，哎，请陛下往这个一个灯前一站，那你想想看，叫什么？
光光互射，灯灯互照，是不是？所以在一个镜中有无限个陛下，在一个中反映了所有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每个人都觉得活在自己的眼前，实际上今天就容易理会这个。今天召开什么？召开十届三中全会30周年的庆典。哎，咱们把电视机一打开，都觉得一个总书记在我面前，是吧？只要你有那个电视机打开了就行。你家里有8个电视机，你都打开了，你就转着看呗。或者你要更简单，你把棚顶上全吊上电视机屏幕，你躺着那10几个20几个都能见到。哎，同样的道理，所以它一点都不神奇啊，一点都不神奇。佛一意云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皆为世尊同去，四则神力不共法。佛一意云演说法，当年这个在江苏金山啊，就是白娘子传奇那个法海镇那个白娘子那个寺庙金山寺，有一个老和尚，他就很厉害。早晨，因为寺庙那个过堂吃饭嘛，方丈和尚一般都是这个带着侍者先到那个吃饭地方坐下来。坐下来呢，其他的僧众才过来，这个念完经了才过来一起来吃饭。那完后，老和尚就这一会儿，他要诵一遍《华严经》。那《华严经》呢，总共有81卷，就81品呢，怎么着？然后弟子们就问他，你这一会儿在干嘛？他说我在诵一遍华严经。大家觉得你别吹牛了，81卷华严经你才有多少字啊？怎么也有70万字，差不多72万字，你那么不到10分钟就给搞定，不信。那么这个和尚们就是敢，一个在真理面前无爱无失无更爱真理，所以和尚们就有这个胆量，把每一卷啊，第一卷搁在这儿排了81卷，大家都坐着拿着看，哎，发现这老和尚咕嘟咕嘟嘴里念，每个人听到的都是他看到那一卷经。佛以一音眼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这还是只是说指中国人，那么肯定他在那儿讲法语的，听了肯定用法语讲。哎，鸟一听肯定是鸟语，哎，鹦鹉是鹦鹉的话，大鹏金翅鸟是金翅鸟的话。这就是佛的神力啊，确确实实这是。那么这个要讲到这个，所以它的科学依据在哪？等到我们讲，不可以私信，等到我们讲楞严经告诉你它的原理何在啊。所以我都觉得现在的科学家一定要都来学习楞严经打坐。那我们再发明什么核能啊，也不用还搞个什么原子能核查委员会，又搞什么这个冷水堆什么这个试验，还窝囊死了，劳民伤财，还不安定因素很大。去好好打坐研究楞严经，发现了，哎，叫地水火风空见识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寻也发现，这个一切法尔具足，法尔如是，法尔存在，根本不用操任何心，你想要用就有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所以楞严经把这些所有的科学依据全告诉你。那现在我们还整天呢，在这琢磨琢磨琢磨，琢磨来琢磨去，说说早那时候都跟你说完了。所以人类很幼稚啊，很幼稚啊。科学当年被宗教给送上了什么？布鲁诺怎么死的？断头台给烧死的，对不对？是谁把谁判的？宗教判了科学，那今天科学把宗教打入哪去了？比小妾还不如，比冷宫还可怕。反正一点什么，咱们一打开电视，宗教就是，反正一想到宗教就是什么，封建、落后、迷信、落后。封建迷信，反正怎么归就是这些，窝囊死了。想想啊，想想要我们，所以我们作为佛弟子，或者说作为一个佛法的爱好者、实践者，应该了解这个其中的深意，然后
我一直想要，这个杂志啊，我也是一个尝试，接受他们的访谈啊，那个文化纵横，我是想跟科学家有些话共谈对话。你别老是我们总得发出点正面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你老是说，你说电视一打开，报纸一说，就是封建落后迷信，我们就在这贴个标签，我是落后，我是封建，我是迷信，这不行，我得有点发出我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我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佛法，佛法有它哲学的层面，有它宗教的层面，有它艺术层面，有它被世间所同化的层面，也有它绝对不被世间所化而要化世间的层面，这才是佛法。那这个声音从哪里发出去呢？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这佛法的真理，如果释迦牟尼没正道，大家还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佛陀正道了，所以大家知道了。那今天大家都认为迷信，就应该由我们来弘扬它，把它给普及出去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，并且乐此不疲，每天忙的呀，跟个这个无头苍蝇似的，全是忙这些事，但是挺开心的。开心就在于，发现有的人真的能明白的，不是说像有些个这个净土宗的那个，想想现在都末法时代了，大家都笨了，甚至有时候在那个机场火车站，我记得有一次，10年前在石家庄火车站，看到一个老太太拉一个小行李车，啪啪啪，我就故意不理她，因为我知道她在那干嘛了，她不行，把我踹踹，拿脚把我踹睁开眼睛，和尚啊，快信上帝吧。佛陀救不了自己了，和尚更不行了，劫难要来了，就这样子的，要信上帝。那有一次我在香港，去年参加那个会议，完了到一个那个基督教的那个，都是卖圣经的那些，我就看，我很喜欢，都喜欢各教，都喜欢去逛去。那个老人家，哎呀，法师呀，你真是这个主赐福给你啊。这真是很可惜，又上了大学，又怎么不接受洗礼呢？哎呀，我说我感谢主啊，创造我成为一个佛教徒啊！我这一说，我看他那个脸，突一下子僵了，然后特别的那个灿烂的微笑，突然一下子僵的，有点像那个《鬼吹灯》里面那个形容的那样，很可怕啊！我一看不好意思，我就灰溜溜的我也走了。我倒没有什么想伤害的意思啊，所以这个是师的神力不共法啊。佛一因演说法，众生个个随所解，悉得普得受行获其力，师则神力不共法啊。那么除了语言，还有法义啊。每个人想听深的有深，想听浅有浅啊。佛以一音演说法，或有恐畏，或欢喜，或生厌离，或断疑，思则神力不共法。恐畏，比如《法华经》，佛陀还没说呢，5000比丘就怎么样起来说，佛陀这家伙平时跟我们说苦空无常，今天他没讲呢，又放光又动地，手往那边一抻，东边来一个世界，呱来俩菩萨带一堆人，手往南边一抻，呱俩菩萨带一个，都是另外都没看过的，长得也不一样，服饰也不一样，身上散的味儿也不一样，冲你点头那个样子都不一样，走了。我见别人舍利弗说，哎呀佛陀，都是你的弟子，怎么不留啊？佛陀说，哎，我做法会唯有真实，因缘不到，该走了就走，天要下雨，娘要下人，随他去吧，啊，就是那样子啊。所以或欢喜，那有的人呢，哎，就很欢喜啊，原来佛是这样的，让我这个能够昔所未闻，今已闻啊，昔所不见，今已见，这样的欢喜。或生厌离啊，厌离原来执着的小法，或厌离执着的生死，或断疑。断疑生信，绝相超宗，这个意思。思则神力不共法，其手实力大精进，其手以德无所谓，其手助于不共法，其手一切大导师，其手能断诸劫缚，其手以道于彼岸，其手能度诸世间，其手永离生死道。这几句话完全是赞叹佛的。如果说
佛陀有他的修德，也有他的性德，也有他的断德，这都是太专业的术语。修德就是他通过修行而来的培养的功能德性。那本性德呢，是他本具的，比如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些德性我们有没有呢？我们都本有，但是我们没有开显出来，我们没有去掉这个遮蔽啊。所以一个是修德，一个是本德，一个本来的叫性德，就是本来具足的，还一个断德，是断除烦恼的德性，断除了迷惑，这些全是赞叹他的啊。起手啊，这个总共有八个，接下来悉知众生来去相，善于诸法得解脱。悉知众生来去相，善于诸法得解脱。众生者怎么样？如来说，既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众生者，众缘和合而生。众缘和合而生，就是怎么样？缘起的，缘起的就是无常的，无常的就是无主宰性的，不能独立做主的。所以你说佛陀能不能悉知众生来去相？一定能。为什么？他只抓到这个共相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就像变魔术的，无论他怎么变，你把那个变魔术的那两个手一捆，你让他眼睛变，他能变出那个，那不可能。他说他的魔术在哪里啊？都在手上，你把他手一捆就没了。所以佛陀就掌握了这个诸法的共相啊，善于诸法得解脱。不着世间如莲花，常寂入于空寂行啊。那你看华严经他就不这么说，他说犹如莲花，什么不着水，亦如日月，不入空啊。达诸法相无挂碍，起手如空无所依。起手如空无所依，如空无所依。再回来，佛陀的对法的体验在什么层面上？如空无所依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佛弟子、佛教徒是依什么而住？以宗教而住，天壤之别，无所依。所以不依佛，不依法，不依僧，不依心，不依意，不依识，不依身口意，不依戒定慧，不依佛法僧。在这点上，汉传佛教八个宗派唯有禅宗能明白这件事。其他宗派，天台华严，天台宗的创建，真正的创建者，实实在在的智疑大师，写了那么多的著作，被称为东土小释迦，还要依赖《法华经》，没有办法。那净土宗依赖于三经一论，啊，没有办法。那唯识宗依赖于六经十一论，没有办法。律宗更不要说，全都是有所依，只有禅宗啊。到宋代，大慧宗稿禅师有一封书读。那所以大家有兴趣呢，可以去找大慧宗稿这个书读语录去看一看。他在给一个这个太守夫人写的一封信上，这个太守夫人问怎么样开禅，那然后他就给他回信说，不依心，不依身，不依口，不依意，不依佛，不依法，不依僧，连不依也不依来参禅，连不依那个布衣也要丢得干干净净，厉害了吧？你看到宋代禅师还能明白，那今天还是有啊。到民国年间，太虚大师说，不要依佛，不要依骨，要依心而建立现在的佛教，所以倡导三大革命，教制、教禅、教义革命。这只有禅能做到，所以其他宗派宗教性的是做不到的。尔时长者子宝记说此偈已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五百长者子，皆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愿闻得佛，国土清净，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。”佛言：“善哉，宝记，乃征为诸菩萨问于如来净土之行，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。”于是宝记及五百长者子受教而听。
刚才这段文叫做寄颂，寄颂就是为了便于寄颂，然后呢把它用诗歌的方式来说出来，实际上那时没有印刷术，用这种诗歌的方式容易把这个，一个是把前面讲过的总结一下，一个是先说一下后边再阐述，用散文的散文体的方式，叫长行文，很长很长的一段一段的再来。这一段就刚才是寄颂，现在是长行啊。宝鸡说此寄也，白佛，白佛以下对上叫做白啊，以上对下叫什么，过去叫安民告示政府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法最高人民法院法院要判一个什么袭警案死刑，叫什么立决，是吧？决马上当场的，那叫以上对下是吗？告，告示安民告示就够了。但以下对上叫白佛言。这五百长者子跟我这些同学们都是已经发了无上正等正觉之心的，都想听到这干嘛呢？佛的国土清净，唯愿世尊说出菩萨净土之行。他们这些菩萨们是怎么来做这些事的啊？佛说：好啊，宝鸡，乃能为诸菩萨问于如来净土之行。谛听，谛听，谛听，谛是什么？听，也可以不听，对不对？我在这一边听啊，我也可以干别的。就像我现在白天，我一天从早八点到五点半，我都在上课，我也在听，在社会学院接受学习。我白天天天在上课四个月啊，我也在学，但是有时候我根本没听，干嘛呢？哎呀，每天的事情太多，发短信出了一个事儿，然后电话是不能接的，这完后实际上根本就没听。但是谛听不同，谛听就是认真的听，听了还明白，听了还明白。打一个比方，什么叫做听了和没听呢？咱们去一个服务质量很差的餐馆去，给我把这个什么碗筷洗一下，是吧？等了20分钟了，别说给你洗了，碗筷还没来。第二次又来一个服务员，你叫了我六七个服务员了，也没给你洗啊。他听没听？他听了，但听没听进去？没有，啪一拍桌子，啊，长官，老总，是吧？哎，有什么需求？我的碗呢？让你洗的。哦，来了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子。哎，谛听就是他真的听进去了，有听也有进。善思念之，思善思啊，修行佛法十六字真言叫做亲近善事，听闻正法，如理作义，法随法行啊。亲近善事，你要找到你的好老师，听闻正法，要听他说正常好的法，你也不能听他说那个开玩笑的话啊。如理作义，如理作义就是善思之，然后呢思之还不够，听是文慧，思是思慧，最关键佛教要断除我们的烦恼是要修所得慧，才能断除生命的烦恼。所以念之，八正道第八个是什么？昨天我们讲正什么？正念。正念什么叫做正念？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于诸妄心亦不熄灭，诸妄想境不加了之，于无了之不变真实，那就是正念的最高标准。八正道全都是，这是圆觉经的原文啊。你呢，你这一掌握善思念之，当为如说，你看文思修三会全在这了。于是宝鸡及五百长子受教而听，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，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，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，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，所以者何？菩萨取于净国，皆为饶益诸众生故。譬如有人欲于空地建立宫室，随意无碍，若于虚空，终不能成。菩萨如是，为成就众生故，愿取佛国。愿取佛国者，非于空也。宝鸡啊，
带领这个五百长者子一起来用一个宝盖供佛，佛呢把这个七宝的盖揉为一个，然后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显了一下神通。啊，那么接下来，等于是先亮一下子本领吧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看这个维摩诘经会，实际上我们会看到了原始佛教如何演变成大乘佛教。一个理性的佛教如何变成了神通的佛教，这个维摩诘经是有一个这个脉络可循的啊，有一个脉络可循的。佛告诉宝鸡啊，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，所以者何？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。那《华严经》普贤菩萨行愿品怎么说呢？譬如旷野沙气之中，有大树王，若根得水，枝叶花果，悉皆繁茂。普贤接着怎么说？善财怎么说？一切众生即是什么树根，菩萨佛果呢就是那个智慧花果，若无树根则无花果。所以这里面就说的直接一点，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。为什么呢？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啊，所化众生是什么样的才有什么样的佛土，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。那有的众生是要什么叫做化，化是一点就透的，对不对？一点就透的。那调伏的是什么？看过调鹰熬鹰的吗？你得去调教它，调教它，殉葬熬的是吧，你都要去调教，这就叫调伏，等于是恶心众生你才要调伏它，是有恶的啊。这个我所化众生是相当于什么？比较聪明伶俐的，有悟性的。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啊，这又另外一个境界了。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，那有的人是怎么样入佛国？有的人只一定要强调一个特定的仪式啊，他才能入佛啊。有的人呢就是好简啊，佛陀耶太麻烦，佛陀啰嗦，佛才更亲切更直接，所以不一样。随诸众生应以何果起菩萨根而起佛土，根是什么意思？菩萨还要有个根，我们的生命啊，从一个不醒觉的状态要到达醒觉的状态，是不是有一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那个状态，那个始于足下的状态开始叫扎根啊，要扎根。你光是那一个念，哎，我要走了，去南海了，朝拜观音去了，结果只是整天想，没有那行，行不行啊？不行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。但是你走了一步，走了十步就停下来，行不行呢？一定要一步一步走才扎根啊，扎根。所以叫随诸众生应以何果起菩萨根而取佛土，所以者何？菩萨取于净国，目的是什么？皆为饶益丰饶啊，饶益利益一切众生故。好像有人想在空地上建立一个宫室，怎么样？在空地上你想建什么就能建什么，对不对？相反，如果这个空地上有了一些建筑，哎，比如是个塔了，你不要给它建成一个四方房子就很为难。它是个三角形的这个顶了，你要想把它变成四方形又很难啊。若于虚空，终不能成啊。已有了不能成，但是在空中建一个楼阁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建呢？好建，做梦，梦中去建，醒来拿去了。没有了，实际上不需要梦中，醒着就可以捏呀、捏呀、捏眼睛，捏一会儿，再一看就怎么样，空中就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，都有了啊，终不能成。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，愿取佛果。愿取佛果者，非于空也，也就是要建立在什么上？建立在具体的可见可思可量可为的有为上，非于空也啊。
宝记当知，执心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不产众生来生其国，身心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，大乘心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大乘众生来生其国，布施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，持戒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行施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，忍辱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三十二相庄严众生来生其国，精进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，禅定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，智慧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正定众生来生其国。先到这一节。宝鸡啊，你应该知道，直心是菩萨净土，直心是净土。那六祖呢就不这样说了，六祖怎么说呢？直心是道场，哎，那我们有一类这个信徒，啊，直心是道场吗？见到什么劈头盖脸就骂人家一顿，你这个地狱种子，你这个什么断了善根的，你这个破坏佛法的，是吧？直心是道场，没想到怎么样？他本来那个出发心是好的，啊，希望人家远离不好的，远离一些恶的，但是他不懂得善巧方便，啊，直心这个直可不是随着你的那个习性张口即来，那个叫直心，这个不能错会。直心是没有谄曲之心，没有眼过是非之意的心，当下即是那个。那么如果用在禅定的修习上是什么样的状态？第一念就是，但第一念是不等于说第一句话就是，第一个动作就是，第一句话第一个动作都已经是第二念第三念第无穷念。大家有没有观察过，看见一个人进来了，嗯，满身的酒气，第一念是什么？第一念是什么？我们大家对他的态度，他就是个酒，对不对？喝酒了，有没有对和错的界定？第二念呢？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庄严道场，他搞酒，往这还讲课呢，第二念有是非判断了吧？那第三念你出去，他不出去还要往里挤，第四念你给我滚出去，第五念把他扔出去，对吧？直心是道场，所说的我们的那个随顺我们的业性的那个习性的反应，森卡拉业习的反应，并不是直心，而是经过了分别了知的啊。真正的直心是超越善恶的，没有对错的，绝是非，绝思绝淡，离开思，离开对待，相对的那个状态叫直心，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是不产众生来生其国。哎，那么这个就挺有意思了，这是一个两难的矛盾。嗯，一向说中国汉地佛教就像什么呀？就像姜太公钓鱼怎么样？愿者上钩的一件事情。但实际上是怎么样呢？和尚不捏怪，信徒不来拜。你看实际的情形是和尚不捏怪，捏怪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得造点事儿吧，造点事儿。哎呀，这个地方灵，这个地方好，这个地方顶呱呱，大家都来了，是吧？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，普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远离痛苦之因痛苦之缘痛苦之业，普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建立解脱之因解脱之缘解脱之业，普愿一切见者闻者听者快乐安详得以解脱，愿一切众生快乐安详得以解脱，愿一切众生快乐安详得以解脱。